吴建豪与新加坡白衣千金石贞善结婚四年多，屡传婚变。他们唯一的连结就只剩下供养的两条狗。奇妙的是，夫妻两年前各自在网络放与爱犬的合照，但是就是看不到两人同框。今年过年，吴建豪回美国与家人团聚，还在 Instagram 晒出与朋友的合照，感谢好友邀他一起看 NBA。一个人的生活照样精彩。而老婆石贞善被台湾媒体直击，一人独自带着两只狗到医院看病，夫妻各过各的，这分分合合的剧情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据男方有人透露，吴建豪之前确实提过离婚，但女方不肯。特别的是，另外一位有人透露，他们夫妻俩其实还住在一起，夫妻关系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。